黄浩信出席楼盘活动，现场聚集了过百人。虽然黄浩信在活动期间没有戴口罩，不过离开了前台都立刻戴回口罩先啊。其实怎么都会有点担心的，因为即係而家疫情嘅情況，咁呢兩個禮拜都可能係高峰期嗰樣嘢。咁但係因為公司啦，或者係主辦單位啦，大家都確保咗嘉賓嘅安全啦、嘉賓嘅健康啦嗰樣嘢，咁所以大家覺得放心先會繼續進行啊。咁所以我都放心嘅。前排踩過介意幾個演員輪流病，會唔會都擔心身體太差，免疫力變低啊？我其實 OK 啊，我而家好好啊。即係其實嗰幾日因為不斷都係開緊同一個景嘅時候咧，就可能因為對白的負荷太多，就喉嚨有點不舒服啫。咁多謝大家關心，但是而家已經好翻曬啦。咁我都 make sure 我自己 OK， 我先出去見大家啦。係，其實而家我哋都繼續進行拍攝緊嘅，即係廠景嘅拍攝係繼續嘅。咁只不過反而我哋外景嗰個拍攝就反而可能暫停下先啦，因為費事去一啲多人，同埋我哋係真係做演員係冇得戴口罩，其實風險亦都提高咗。咁所以暫時外景都會少啲先。其實我相信以而家嘅情況，會比原定嘅嗰個時間係會長翻啲嘅。咁我相信，但係而家大家都唔會介意啦，都以大家演員嘅健康啊，製作團隊嘅健康為主先咯。嗯。